的天堂，谁阻挡？不过我就是这样。哦，你的眼光像自私两样，怎么把我给击垮？我不害怕，不管就算我懒得去想，汽车风风狂应该节奏。你在起伏方面的话要再加强一点，就是从头到尾的话那个力度都差不多一样。先说一下词方面，可以有多一点 punch line 的东西， when they sing along 他们会觉得哦，我跟着一起唱我也能够抒发一下我心里面的感觉。副歌的记点其实还蛮强的，还蛮好听的，只是他的主歌可能有点平吧，可能作曲去留一下哦。